啊，对了，这个这洪台行政院长刘钓雄今仔伫这中央防灾中心的时阵，有哪个一届来要求这交通部公安爱赶紧来检讨着这标准的作业的流程，同时有哪要求这公安爱重新来开放桥梁的通行的证书，爱做了解。虽然城美洪台威力已经变较小，但国行政院团队也是不敢放松。再去一张刘钓雄再度到中央防灾中心，就28号封闭了真侪桥梁。刘钓雄点名交通部必须做好封桥一个开放的标准作业程序，以免标准不完善引发的民怨。封闭的时候，这个作业程序大家非常的关注，但是这个台风过了以后，重新启用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是一个可能有发生危险的或者是有事故的一个时间点。交通部长莫迪国到地方去指挥，老少一个中央的交通部官员对围桥处理的作业程序讲不清楚，老院长的面色无啥好看。对于那个基座部分是否受损，这个有没有办法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处理？假如说表面上是没有问题的，就说没有什么异状的话，那那个就是说那个沉箱啊，有关那个机装机那个部分，那个是更进一步的检查。以上报告。这边的洪台和行政院团队全面戒备，马总统也取消所有的公开行程，中道将会到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了解洪台详细的情形。等到洪台警报解除了，有可能立刻就下乡赈灾。记者综合报道。下面看一个详细的现场连线报道的消息。啊，漳州洪台是对这宜兰起来，啊，即马这宜兰伫这洪火过了后总放闲啦。这时阵要请记者柯行竹来跟讲详细的情形，行竹。是主播，记者即马就踮咧宜兰这个所在。啥物洪台是走啊？不过踮咧外面底会使看到宜兰遮的洪火嘛是愈来愈细。不过因为昨昏做洪台做几暝，所以即马这田全部拢泡踮咧水内底。也过你咪当看到讲，因为昨昏洪台暝风真紧是真透，连电火条拢风吹倒去啊！住在遮的徛家一个林太太嘛，甲咱讲昨昏洪台暝的状况，咱来听看卖伊是安那讲的。真透啊！哦，风雨真大啊！像阮咧门迄度拢水拢滴入去啊，拢有够大个，像啥逐项拢迄物件拢飞了了安尼种。嗯。所以你即马才阁停电哦？停电啊！嘿，拢无电啊，但所有的电拢无啊。是根据咱的了解，目前咱们宜兰遮呢是还阁有10万外户已经拢阁停电，还无电通用，而且呢，遮的民众有诶嘛是。因为昨暝淹大水，所以今仔日拢伫拼厝内。详细情形，咱来看下面这个报道。昨暝洪台慢慢啊离开台湾啊，不过煞有真侪民众是趁今仔日的洪台假，赶紧拼厝内。整晚都没睡哦，几乎啊，因为整个里面都要整理，因为整个水都是从上面往下冲。对啊，经过一暝做大水，宜兰五个金草社区遮淹水真严重，居民即阵啊已经拼三届，拼三摆啊，一摆就拼拢几啊工啊，迄桶啊吼，头骨一来吼，遮近海边哦，啊就吹起来转头骨啊，就洗下，体体洗下来洗几啊工啊。大型的抽水机是无停过，田同款浸淡的水内，路边的水有的是还袂退，搁较浅一点的所在，还阁有半个人悬。前面洪台带来大风大雨，拄好阁拄着大楼，水一来，民众根本走袂离。目前咱看到的用这个小型的这抽水机哦，还不济急，所以讲阮昨昏呢半暝淹到这个胸坎啊来哦，阮临时呢紧急用这个消防队的救生艇。把这些人员拢疏散到公所，到亲戚家里去暂住。因为这地势较低，乡长是希望政府会当在这设抽水站，唔通让淹水的恶房一直来。记者综合报道。今嘛这长滨洪台的这中心地透早已经伫这桃园附近地出海了，按照强烈的这风雨啊，有那伫咱台湾造成真济灾情，阮有做淡薄仔整理来看卖，就是即届这洪台造成两个人死亡，分别是一个82岁这欧医生，是由这大风吹落去这残影来死亡，另外一个胡林人和这电线夹到这红棍啊来死亡，其他也够58个这民众受到轻重伤。另外，第二台电的统计，
全台湾有超过了这百万户啊，来停电，啊，经过抢修了，到今仔一再十点半，已经85万户来恢复供电，啊，即马也过15万户，有完台电即马也过伫抢修当中。